对，它按下去之后，它就正常，它就代表它已经在通电了。如果你常按的话，它就模拟，就是说那个发生火灾的时候，烟的浓度到的时候，它就会讲火灾，就提醒我们赶快去做。这是真烟式的哈，真烟式的，啊，它不是热感应，它一定要烟。烟达到一定的浓度，所以我们刚才在现场，你所看到那个是开放式，它浓度不够，所以它就不会警报，啊，就不会警报。那我们现在实体来安装一下我们的这个村民，我们乡长就非常非常简便哈，啊。我们现在住宿界非常非常的简便，啊，所以装上去以后，我们这个啊居家保平安啊，你看装上去这么简单，哎，来一下。正常，这边对我们乡民的居家安全更有保障，这是我们从政以来的一个愿望、愿景。他希望全乡的乡民备而不用。